近日有业主放租一个西型盘丽丽坊二号高层一房单位，实用面积约253平方尺，一厅一浴室，设有露台及开放式厨房，装修新颖，并设有一个240厘米乘以180厘米嘅阁楼。贴文标榜交通便利，话距离港铁西营盘站出口少于1分钟，附近民生商店及食肆林立，屋苑有住客会所，提供派对房间、烧烤区及健身室等，月租19000元。贴文一出，引起网上热议，有人直言单位装修高质，但租金太贵，租唔起，19000元份阁楼，嗱嗱临搵人帮手供楼，好重皮。面对网民猛烈批评，业主则逐一回应解释，港岛区又是新楼，是贵啲噶，可以参考翻成交。其实租客对象是高收入人士，高收入人士最紧要是翻工方便。当网民直斥是农屋，业主就幽默回应：好贵噶农屋，真系唔系个个肯住。因而就获其他网民大赞，有品有耐性。翻查资料显示，丽丽坊二号近月一个中层254尺单位，则以每月17500元成功出租，